我的好朋友，你们好吗？今天关于冰箱你们不知道的问题。当年我的冰箱门整晚没有关好，后来发觉冰箱好像坏了，没有冷。我很急，后来查电脑，用这个方法，关了电源，将冰橱里面所有东西一件不漏，全部拿出来。关了门，然后开电源，开到你平时冷却的度数才将东西放进去。后来过了一会儿，整个冰箱开始冷却了。如果不会冷却，可能冰箱别的地方坏了，没办法，买个新的。恭喜你有个新的冰橱来用了。